太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角度摆的有点显头大。谢谢李丽自闭送的秋天奶茶，这个高度我还不太会调，我刚刚研究了很久怎么安装这个自拍杆。谢谢塞纳和永远想送的巧克力，这种光打下来都看不见，我头发是蓝色的。谢谢李丽自闭送的巧克力，没有什么不一样啊。谢谢坤坤先生要送的秋奶茶，我就是蓝头发，但是我发现这个上面打光看不出来它是蓝色的头发，能看出来，那其实还是很明显的。我有指甲，我有很多指甲在这丢了，一直在丢都不知道放哪去了，就每次都不知道放哪去了。不过上次直播确实是没指甲，要么就是放在哪里的，看不出来，我都打了光。为怎会如此？蓝色的，它真的是蓝色的。这妆跟之前是一样的呀，可能就眉毛掉了一点，有点俯拍，我不太会调，说实话。等一下，我调一下，哎，下来了。可能在舞台上那样子的光才能打好，舞台上那样的光才。才看得明显一点，我这个光照了我黑眼圈特别严重，我可能没有画那个黑黑的眼睑下至了。哦，谢谢欧乐七送的夜蝶，好久没有看到夜蝶特效了，我太感动了，谢谢你的夜蝶，祝你天天开心，祝你在迪士尼玩的开心，祝你能够就是排队排到很多那个什么小狐狸，琳娜贝尔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快乐。我都打了光的，你看不出来，其实还是看得出来的。不是，是我们今天时间太长了，在后台，没想到上台就那么一会儿就下去了。我洗了，他们说更蓝了，就是虽然现在看像黑发，但是我真的对着洗手间的镜子，头顶这一块就是蓝色的。嗯，真有经历，谢谢 GYFF 送的巧克力。哪里有录播？我也想知道在哪看的录播。谢谢小月送的巧克力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就是那个我们后台的那个，就是想做发型嘛，然后他突然说不能披发。谢谢 GYFF 送的11个巧克力。然后我就说那你给我就扎个马尾。那他或者我说我想要卷发，我就过去跟他说卷发。但是我感觉那个姐姐可能。就后面工作太多了，他说什么卷了影响他后面工作速度，那后面我自己扎了。哇，这顶毛弄上去我真的毛太丑了，今天不是很好看。这光线问题其实还是蓝的，没给我卷，不然呢现在就是直的。谁说蓝色卷了不好看？那卷了是好看，肯定好看。我今天好白，没有，我的粉底液选择错了。我的粉底液是那个范路源他给我推荐的那个 DW， 应该是就是雅诗兰黛 DW， 就是什么油皮轻嘛，说什么很服帖，然后越液越美丽那种，结果不适合我，买了他最白的色号，他还送我了一个另外的很白色，结果在我脸上就发黄，就不白，头发很长。你怎么朦胧感？为什么？是我滤镜的问题吗？我开了一个奶油滤镜，额头有点轻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谢谢 GYFF 送的12个巧克力，谢谢你12个巧克力。他没给我垫头发，然后后面他说他给我抓，他说最后抓个半扎发，然后他连头发都不给我梳顺，就他不梳一点都不梳，直接上手用手抓，然后。后面看那个发型算了，我自己来扎吧。那这个滤镜开了也是跟没开一样，就那样。怀疑起那个头发它变红了。没有，我现在的额头还好，而且我今天去看了那个写真图片，就还行。你在地铁上看直播，谢谢肖叔叔送的12个荧光棒。
我才不跟他红蓝绝配，他那个明明他明明想要粉色，结果变成红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还漂了那么多遍。我能分得起，我当然玩法子，没有多少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粉送了一个，送我一个可以唱歌的话筒。他说祝我好好唱歌。我很白吗？可能是光打的吧。他说这个可以变身。那个热情的沙漠那个音源，我后面还不知道是张杰录的那个声音，哇，这音背景音乐是不是有点大？长这样，是很可爱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怎么用，我刚才看见，没有试一下，听说它可以变音。我不知道怎么开，我看一下说明。电源开关在，它可能没有电。哇哦！吓死我了！蓝牙模式，吓死我了！吓我一跳！谢谢梨子给送了7个荧光棒。我是看得出你说，喂，你没声音，暂停，什么呀？喂，你别乱叫呀！谢小晴送的三个棉花。你行不行？哦吼！你不行，他好尬呀！哦吼！喂，蓝牙模式，能不能不要乱叫？我看一下说明书啊，其实这个说明书我看的不太明白。趣味变身，哪趣味变身？御姐音。什么？萝莉音，御姐音，萝莉音，有没有小学男生音？谢谢残音送的奶茶。你当，喂，哎，有声音了，怎么调高音量呀？你怎么调？救命！我要换一个。大叔爷。大叔音，机器人，专业模式，专业模式，麦霸模式，御姐音，喂，喂，这个是很近，救命！他说这个是御姐音，我听一下，对，我觉得跟刚刚那个没有区别，哪里御姐啊？这是机器人音。喂，你们能听到我在说什么吗？谢谢小桥本人送的两个荧光棒，你才不小桥本人。喂，你们听好了，这个是他说这个是，哎，你们听是不是能听到我声音啊？不知道这个怎么用，不知道。是不是听了两个声音？你听好了，这个，它这个上面写的是怎么换来着？我忘了。他刚刚他说的是御姐音，就这样，你听好了，我们换下一个声音。萝莉音，他说这个是萝莉音。喂，他我觉得这个就是比。上一个声音尖了一点，不是我买的，不是送我的。喂，我觉得
听不出来。他跟我声音成为鲜明的对比，烦死了。换一个。大叔爷。大叔爷。喂。这个跟那个什么。那个。那个就是。就是 QQ 上面的那个变声的声音一模一样。确实这个是那个大叔，这个比前两个正常一点。我们换一个。机器人。机器人。喂。这个更大叔吧。这个哪里机器人了，他没有，他比上一个还大叔，上一个比这个机器人。这不就是那个机器人音吗？为什么我要凑这么近还才听得到我说话？我认你，你居然换一个专业模式。专业模式这多专业哇，好专业。没有小学男生，我可以把我声音录进去，要变成小学男生变声器。这个好专业啊，他就感觉有一种那种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他。专业就是回声。谢谢云海送的玫瑰花，我觉得有那种主播的即视感。换一种，麦霸模式。麦霸模式，喂，喂，啊，他说就是用这个模式我变成麦霸，但是我没有感觉到。谢谢夏天的雪送的六个荧光棒，就是原声。这个，因为他说是麦霸的，我不唱歌，我不是，这不是我买的呀。喂，等一下，喂，谢谢李子玉送的荧光棒。不行，我不想，哦，我点错了。御姐姐，我要用这个声音说话。我不知道怎么调节音量，随便乱调一下，有没有感觉声音变大了？就不像我在说话，救命！不是，没有小学男生，我自己声音就是小学男生。嘿，这个，但是我这个就是感觉用这个讲话，就能听到两个声音，就是你们现在听话说，就是你们现在听我讲话。听不清我说话，你说用这个声音说唱歌，我能唱好吗？热情的沙漠，你怎么知道今天跳热情的沙漠？哎，那个热情沙漠今天可尬了，真的，我们在上面跳，下面的都是那种老爷爷、老奶奶，就那种像是职工团建，然后他们就拿着那个尴尬的那个巴掌这样的甩来甩去，你不是听不清楚我说话吗？很尬，那个我在上面笑，我在那个舞台上面笑，其实是因为我被尬笑了，真的，我被尬笑了，他没看到我们。你很惨，你咋了？采访一下你，咋了？不是最尬，我是觉得吓你这个氛围把我给尬笑了。直播问我们多少个人？我们直播，他是不是河粉的？有个嘉宾是那个什么乌兰图雅，我好像知道。我妈其实还不知道我染头发了，我换个声音，声音太难听了。萝莉耶，怎么提高音量呀？能告诉我吗？我看一下。麦克风音量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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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妈不知道我染了头发，不是，她让我染的不是那个，哎，这声音好尖啊，好难听，我看一下说明书，它有一个，我好像我知道了，我把那个混响给开了。
你不能这样乱说，你怎么能说七七皮肤白六六皮肤黄？我是因为我这里打了光，黄一直没有打光呢，皮肤都显了。而今天他的粉底也不是也不错，我的粉底也很黄，就是说我其实没有那么白，其实还是很明显的，尤其是我在舞蹈室的时候，就是对着镜子，你有光顶光打，就其实其实很明显。看这个光能不能。能看出来一点蓝色吗？看出它是蓝色了吗？好吧，好像没什么用。本来也没有很白，不过今天他的头发真的我都无语了。这打光应该不问题，我可以唱麦 boy， 我会唱麦 boy， 但是我想把这声音调大一点。大叔，我来大叔，来着，他原唱开的。在青春的极限会迎接，我换一个声音。机器人，专业模式。给你我爱，不行，这太高了。麦霸模式，我们换一个绿姐姐。心跳唱遍每个世界，等待放开之间，我找不到调，很大声吗？规则都为你改写，他的声音这个有感觉，对，感觉强烈。 Oh my boy， my boy， 为你许下的心愿，时间已经冻结，在黑的海角天边。Oh oh my boy， oh baby， 给你我爱恋。男女生合唱，继续飞向了更远，爱燃烧成火焰，激发的。Oh baby， 给你我爱恋，这美妙的梦，我已经忘记。要唱遍每个瞬间，怎么提高音量？每一个明天，我觉得他用这个，他比我还跑调。说实话，他比我还跑调。我不是我的声音，我还是用我的原来的声音去唱。纯真的眼，一起去发现 ，baby， 一起去改变。太高了，这首歌。三个声音，三个声音合唱，我们大合唱。Oh baby， 给你我暗恋，在青春的极限，回忆前请你说的画面，去飞向了更远。哦，我知道你要这样对着说话，它才有声音。给你我暗恋，真美。这首歌叫 My Boy，My Boy， 北巴很好听的一首歌。每个瞬间等待爱情放的季节，每一个明天比我还跑调。看有没有红叶围巾，没，我没走音，他走音了。唱拉米拉米，我们要用萝莉音唱拉米拉米。萝莉音，对，就是这个声音。现在先不唱，我本来就不会唱歌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比我自己声音还跑调，就感觉像是两个人的声音。然后我就没有感觉到一点这个声音是魔力，没有感受到一点。你真的爸爸，但是我这个原声声音不好。这个没有遇见声音好。大叔爷，忘记了你了你了你，看待发芽的畏惧，你眼睛，星星。
山海和你穿梭银河的光线，想收藏你的每个表情，坐在相册纸和许的尸体。噔噔噔，刚哥广场，加班。三重唱，这三重唱还有原唱。未知的方向，对峙的雷达，虽然面对太苦。别唱了，你让他过来，我要跟让他过来给我掰。对。望出了你冷暖，你的爱怕要不伪装。一念之地，这是星星，照住着我心底。天上太和你穿梭银河的空隙，想收藏你的每个表情，从那侧击，这是我们真实的世界。打包保证我有十足的把握，千万分之一也拒绝放弃。如果我迷失了自我，那你就是指引我归途的灯。没有，可能是我没有，都不戴耳机，你为什么不戴耳机？我不敢。不准乱接触。哦，你是我音乐里 my boy， 交给你我的真情 my heart。别尴尬，把尴尬说完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，别人知道也不知道我是谁。眼睛不灵灵。住进我心底，藏在夏夜沙滩和你穿梭银河的空隙，送他们一个每个表情，坐在小坐骑但是的心底。整个咖啡，你们不能在咖啡厅外放直播，这样非常的没有礼貌，知道吗？我们来红叶为鉴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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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就是聂佩。到指尖，大也未央，我上次又怎能忘？胭脂夜色凉，夜夜的吟唱，雨是悠扬。夏一光，冬雪凉，一点寒到更夜光。他倒了，真的假的？你别哭呀。此树之上，将相思寄远方。哦，太难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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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是雪融亮过了屋檐，是夜深秋天，夜色浅浅。什么叫舞？千丝不见你的一眼，只一瞬间，又化作这一场剧。千年只为相见，红颜未见，天亮不测蓝天，韶华轻浮摇一年。夜未央，我相思又怎难忘？好好唱不了呀，不会唱歌。夜色凉，夜夜的吟唱，雨雪悠悠。夏一光，冬雪凉，一点寒的更夜光。此生太长，萤火之树之上，将相思寄远方。我长大以后，我声音就这样。刻在我心上，遥遥尘世扬，不知君何方，为梦一场。夏阴光，冬雪凉，一点寒冷更夜光。此生太长，萤火之俗之上，
照向四季远方。我好唱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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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不放呀，不能叫我老，我这样的声音，你不觉得很帅气吗？多么帅！你送我就马上停止。我们来换一首能唱的，我们来用这个唱《拒绝指教》。张梦慧听了为什么要打人？梦慧不会打我。我们来拒绝指教。拒绝指教要用一个，你们说女生一点的声音还是男生的声音呀？你们想听女生一点的，反正不是我的声音都行。因为唱的不好的话，你可以把锅甩给这个话筒。机器人，这个是大学不会。机器人，机器人音，这个声音就比刚刚还得更粗。只是不笑，总说我装酷，对他微笑，总对我吃醋，迎合我吃珍珠，有的是会被满足。不想认识就无力克服，做好自己不会被拘束，道理我都清楚，只是做起来好苦。你不懂就不要对我批评还加上指教，我的坏我的好总会有人接受被我拥抱，就让流言流言统统爆掉，不管那些会统统甩掉，我自己听下去了。别沉默，要为自己辩护，话题什么话？三种声音，弹幕没看。噔噔噔，你是话筒，那没事。我们话筒专业毛线。专业不是我赢就不要打赌，没有把握输了就要服，当你我的情是我自己声音，只是个世界的赌，你不懂就不要对我离开家乡指教，我的坏我的好总会有人接受给我拥抱，就让每一个夜通通爆掉。不行，我觉得不习惯。麦霸模式，谢谢小西送的秋天奶茶。谢谢姐姐，我知道有没有爱呦爱呦。谢谢云海送的玫瑰花，谢谢你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很御姐？这是御姐音。有没有爱优呀？我搜一搜。谢谢夏天的雪送六个荧光棒。躲起来，快把话说清楚，别沉默，让为自己辩护，想要你我为主。浪费一遥远看看发表，看不惯的心里怎么睡觉，坚定的决心这一天。谢谢小小小的西瓜送的六个一块半，这是个话。别客气了，快把话说清楚，别沉默，要为自己辩护，就要以我为主。这个麦麦麦麦，我用这个麦打游戏，他们可能会以为我是女生。小爱同学，播放 SHY48 的爱优。好呀，我们一起来听上。没有。哦，有了。我们用女生的声音来唱爱优。我知道我是。男生用变声器，那没事。可能这声音不太大，我们怎么调大吧？调大。风吹来了风，弹着吉他，
冷夜把天空涂点用，他比我还跑呀，装满着香，猫咪没其他想法，打通电话，望着脸颊，一想到你心砰砰快挂着，小害怕，爱不放下，心被你融化。这是小本人送的一个自己对荧光棒，是小人送的荧光棒。唯一的秘密，不要怀疑，爱你，今天会下雨，我带你去。回忆说我爱你。哎呀，我真没跑调，是他跑调，我真没跑调。哦，谢谢谢谢你，欧瑞斯，谢谢欧瑞斯送的月饼，你可以点歌。你也可以点歌，你可以点一首歌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一种声音唱歌。脑海有许多图画，彩色的晚霞，想念着他，天黑也不会黑。我在手机上直播，就是没法，就是连接，差点动。你要点一首歌吗？我可以给你唱。爱不放假。专业模式夜蝶，你只能选这种大勋。唯一的秘密不要，那我等会也可以试试，我可以试一试。下雨在这里期待你回忆，说我爱你。好好，专业试一下，我没想到还有这个东西。如果他夜蝶放的是你，啦啦啦啦啦，我们有萝莉，萝莉耶，啦啦啦啦啦，六六七七，啦啦，这个声音就比刚刚尖了那么一点，啦啦啦啦，好，我不耍赖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你不要被吓坏了呀！不要被吓坏了。好啦，马上就可以逛了。Baby 爱你，两千点距离，你就是唯一的秘密，不要怀疑。爱你，今天会下雨，在这里期待你回忆，说我爱你。两千点距离。小爱同学，播放夜蝶。他放视频，放视频。小爱同学，我在播放歌曲《夜蝶》。好的，一首好听的《夜蝶》来了。让这首流行歌曲带给你愉悦好心情。好的，没有歌词呀。歌词能给我看吗？小爱同学，给我看看歌词。这里是我嗨嗨歌名，就是，小爱同学，好了。哎，不对，哎，怎么没了？你们等一下，小爱同学，哎，播放歌曲《夜蝶》。小爱同学，在播放歌曲《夜蝶》。好的，小爱这就为你播放 SNH48 的《夜蝶》吧。我咋想的？我一点都不想陪你度过一段专业模式。专业模式，专业模式，听好了。哎呀，这是我自己声音。他放的是歌曲。悄悄的，今晚想你这里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。要蜂蜜，好的好的。笑的来到一米之地，接下来做什么事情？啊，月光在回应。云无边的你来到了这里，你有什么目的？
在这里的长绿花园里，黑暗的夜原来蕴藏着半甜蜜，不知不觉世界已成荆棘，一步一步心跳不息，是否愿意等人一起充满危险的游戏？见两双对峙的眼睛，为何没脸管更坚定，伸出的手向你靠近，交错的心飞落的心刺胸相回应，夜空中电影。谢谢景仔送的一个吻，没有很熟练，你们不也很熟悉这首歌？隐隐的变得不像我自己，妈妈如果知道一定很生气，秘密的就这样不搭理，就可以从前直到天明。啊，这些不曾遇见，有酸甜有浓郁，你来到我心底，我会带领着你来到你的小女花园里。我不会跳。好的，你们有人想跳这个吗？你们在我生日冷餐可以跳夜蝶吗？凝结线的距离，爱情总是显现着迷情，完全你的呼吸，灼热的情本能反应，恐惧的心事到上瘾。我没跳过，我不教，你们自己会。可以，让你楼上跳这首，你的楼上和他楼上可以一起跳夜蝶。你，我才不信，你不是小乔本人。我刚开始说，你还会呢，我得随便发的。好了，就你了，我。黑暗的夜原来蕴藏着半甜蜜。不知不觉，静静一步一步，心跳不息，是否愿意等人愿意充满危险的游戏？接下来是如果送的场地，未知的眼睛，为何沉默让彼此更坚定？伸出的手向你靠近，交错的亲密，我的心刺胸相回应，夜空中电影。跳不下去了，你们可以夜蝶吗？我是小学生，你们可以给我跳夜蝶吗？我不想和没有跳夜蝶。不，我要。我要去找一首歌。不，我不。你都已经刷到我，你抖音刷到我哪个？我让他播放 BJ SPA 的歌。小爱同学，播放。小爱同学，我在播放 BJ SPA 的歌。听不懂我说话。第一个夜蝶可以啊，你想听什么？你想听什么？好热呀，我想开空调了。我可以吃一吃。我是小学生，谢谢开心小送的玫瑰花。我会唱什么？我啥都会唱，随便。你都 TFBOYS 的歌几乎都会唱。换一个。麦霸模式，御姐姐。北京今天不知道多少度，房间里面比较热。我现在这个是星夜午夜蝶点歌，开窗进门。对，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感觉要冷，你看我穿的都是长袖。夜蝶点歌，我好超宠爱。小爱同学，在播放宠爱，用什么声音啊？
好呀，想要和你一起欣赏绿钻会员尊享歌曲。对呀，就是点魔线。嘿，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事，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我觉得很像是你这只大大的眼睛，我那么可爱，小孩的手往哪摆？每一天傻个傻个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没有我都很喜欢。这明明是御姐音，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？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，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跟你讲白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。对的，御姐音，他骂他摘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。因为爱，你没有外放了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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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们可以录一段当做手机铃声。哦，那么可爱，从怀里把你装进口袋。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，准备打算等到十年之后再跟你说。现在是点歌环节。房子最酷的汽车，走遍世界每个角落。我现在好好不说话，给你们录一遍副歌。你们可以把它当做手机铃声吗？让你宿舍，这太尴尬，让他们来看我直播。开始。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，就算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。有一道光慢慢的洒向我。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为爱，这样看着你，脸红红的呼吸，真的是你，你就是我的迪士尼。One two three go， 这不只是我的手，你不要走，等一等候，但我很难牵你的手。什么叫你离开咖啡店了？你跟司机安利一下我，然后来看我直播。我想这就是爱。明明这就是爱，听你看你笑，你要你开心没够，就随便点，随便点。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。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。有一道光慢慢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。因为爱，给你宠爱，算不算不 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跟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坏因为你不在。有一道光慢慢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为爱。唱完了。哦吼！有没有？哎，怎么声音没了呢？我按到哪里了吗？喂，喂，为什么突然没了？
谢谢 Lucky， 谢谢 Lucky 阿斯卡送的夜蝶，你可以点一首歌，然后你选择一个声音。我刚刚不小心把没有不小心把给关掉，现在就好了。你可以选择一首歌，然后你可以选，就是选择用什么声音来唱，选择用什么声音来唱。下一首，你要唱什么？你想听什么？什么歌都可以。我甚至可以现学，怎么没有上岗？我现在差不多已经摸清楚是怎么用了，没有，听听，拉天安斯卡，欢迎王军什么？晚上好，还没有上当，这是姐姐，这是我跟你讲，这个话筒激发出了我唱歌的心情。啊，它还能发光呢！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听什么歌，随便一些歌曲啊，或者是外面的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500个荧光棒是多少鸡腿？一半吗？一半可以点半首。对，对的就没有那么明显。太大的关系都听你，因为始终和你紧回应。司机大了口气，司机大哥。司机大哥你好呀，欢迎来看我直播。三分之一首，那没事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不明白。的关系都听你，从和你曾经听见旅行，我愿意陪着你去到可惜。你射死了，谢你夸我可爱。你觉得我唱歌很可爱吗？你想好听什么歌了吗？哦，那就超了呀，这就是一首伴歌啊。他都是放抖音上的歌了。哎呀，看掉了。我要唱帅，这个话筒好像唱帅一点，快选，你让别人选，要么我就来选，我来选。为什么？卡了吗？我没卡，别让我选。为什么卡了？骰子，没听过浮游。那个骰子我听王大林说他摇了几百个，结果只有三个鸡腿。我就是机器啊，难道不是吗？双休段你说的。小爱同学播放春夏秋冬。哎，你问一下 KK， 你就是你要用什么声音？这不是小爱同学。对哦，那暖暖播放暖暖。好呀，好像只听过这首歌。要用什么声音啊？要用梁静茹的暖暖。我告诉你有哪些声音。对，六个六个比较划算。我听过这首歌，就是你有萝莉音，有御姐音，有大叔音，有机器人音，还有一个专业模式和麦霸模式。我只能说听过，我可以学边学边唱，现学现唱。那个小爱同学，问一下刚刚，我记得我听过大叔音，你说的，你不要后悔。萝莉音，大叔音，现在就是这个声音。哎呀，差点没电了，现在跑外面就是一场暖暖。我是全北京最暖的男人，我是全北京最暖的大叔。
哦，我听过这首歌。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小火车摆动的旋律，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想起，因为我完全喜欢你。细腻的喜欢，毛头般的厚度感，晒过太阳，熟悉的安全感，分享的糖，我们两只踏上一个吻，做心房，暖暖的好饱满。后悔了，是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情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。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比你自己更重要。嘲笑，我没跑掉，他跑掉了。我换一个模式，还是就这个。虽然模式我自己可能也会跑掉，我可以把锅甩给这个。其实我认真的在跳，但是。回忆里满足的旋律，快点！机器人，专业模式。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是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你手掌的厚实感，什么困难？好吧，这个我跑掉。希望我很这个，你自然的就摘下一个。我知道慢慢的放在胸膛，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。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没有，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从来都很低调，自信心不高。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。爱一个人，希望他感冒了。但从心里慢慢的，你比自己更重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也希望变更好。我会唱这首歌。谢谢夏天的雪送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你的99个荧光棒。谢谢夏天的雪送的第二组99个B队荧光棒，这是多少个鸡腿了 ？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. 看他们的，韩语，谢谢，够了。你要听什么？谢谢夏天子送的300个荧光棒，300个荧光棒，祝你听歌愉快。你选择一个声音，然后一首歌，我觉得原味的好看。我们两个粉，谢谢梨子送的3个荧光棒，来反一反。元气觉醒，好的。你要什么声音啊？乐事薯片。其他同学，在播放元气觉醒。好的，一首 BJ48 的元气接下来了。七十扣的，等一下。你想听什么声音？预警，大家很喜欢。麦霸模式。御姐姐。好的，喂，来了。没有歌词，我应该背得到吧？这是纯音乐，
纯音乐。等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前面手上的六个荧光棒。小旋转发烫，灯光闪闪发亮，人人在夜夜播放。它是记忆师长，记忆夜的披萨，一步一步小鸭子能追一个胸大。从每个陌生的地方，啊啊耶，聚集着热闹的战场。白卡没有歌词。君头君头小朋友，人间寒雪都发光。I'm so sorry. 什么？小太太，小太太，小真小奶油，你真好。丢脸都丢到国外了。金光，金闪一光，闪你发出这一瞬间，今天也从不停歇。一起走，一起走，大叔。我很抱歉，大叔爷，陌生的地方，哦耶耶，没有歌词，没有歌词。热闹的战场，拜托，群口群口小嚷嚷，足足汗水都发光，大街歌声嘹亮，啊啊，大声喊出比心的口号。拍拍手，拍拍手，拍拍手，牵你小朋友，一起走，一起走 ，Here we go，Here we go， 千里之后，千里之后，不就一瞬间，心跳也从不停歇。一起走，别被吓到呀！也是主角，长得小的小姐姐的头，哪敢？成就我们独一无二的闪耀，嗨起来！拍拍手，千里小马就是结尾。Here we go, here we go, here we go， 站在人群中，噔噔噔噔，心里欢呼这一瞬间，心跳也从不停歇。听他说你妈妈别人走一起走，走到蓝天，走到蓝天，走到地面，走到热血，走到自己的极限，奔奔奔现，等一等，等等等等等，已经结束了，等瞬间，哼，好听对吧？还有还有，那就结束了夜蝶，你想听，你想听什么歌？你想用什么声音？怎么还没结束？千里小朋友，哥哥 ，Here we go, here we go, here we go。雨后，风里拼搏，和谐欢呼这一瞬间，心跳也从不停歇。我没听过和你之后。我到蓝天，蓝天的地面，蒸发了雪，蓝蓝蓝蓝的天亮，蒸发了雪。那我可以现学，我可以现学，和你实况。等我给你的瞬间，和你实况，很酷。谢谢你说我酷，我很抱歉让你看到我很酷。和你实况对吧？其他同学，播放和你实况，什么声音呀？嘿，其他同学，播放歌曲。其他同学，播放歌曲《合理失控》。专业专业有点难呀。机器人，专业模式，很可爱，谢谢。没怎么听过。哎呀，我打不开瓶盖了，我手是滑的。还是薯片。下进吃的店，脱下伪装的面，微光担心不设限。好像听过。微光中带点醉，松把自己一些，释放你藏你的夜。哎，继续写。惊喜怀该，只爱这一副含泪，来来来，是不是也精彩？变成。
改变了的表情，我也没法对着你怎么交点。把花爱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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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吐出誓言，哔啵啵哔啵哔，爱爱爱，只在爱和你是空的范围，哔啵啵哔啵哔，没有底线，哔啵啵哔，我就会唱这个，哔啵啵哔啵哔，啊啊啊，走吧啊啊啊。这里是空才安全，哔啵啵哔啵哔。当哔啵啵哔啵哔。这是小超送的秋天奶茶。哎呦，活久见。哔啵啵哔啵哔，我还没看过这首歌。你们要罚跪。那矜持的脸，脱下伪装的面，回归本心去涉险。微光中带点醉，总放自己一些，释放你藏匿的夜。怀疑此我在完成业务。是帅哥还是也不喊累？你穿着舞就午夜精髓，改变人的。别人的表面学和谐，对对对对，你们交点。女王殿大人是在今夜。爱爱爱爱爱，干海海爱，你可以吐出誓言，哔啵啵哔啵哔。爱爱爱爱，实在爱爱，合理时空的范围，哔啵啵哔啵哔。我们没有底线，啵啵哔啵哔。哔啵啵哔啵哔，啊啊啊啊，走吧啊啊，合理时空太安全，哔啵啵哔啵哔。小，什么叫你都不会唱歌了？华贵，你们要华贵，你开始华贵，你们快华贵呀！合理的失控，这是粉丝送我的，没想到吧？这是鼓励我唱歌的，知道吗？鼓励我唱歌的，鼓励我唱歌的话筒。我想看你们华贵，你华完了，真的假的？爱爱爱爱爱，干海海，你可以吐出誓言，哔啵啵哔啵哔。爱爱爱爱爱，实在爱爱，合理时空的范围，哔啵啵哔啵哔。爱爱爱爱爱，干海海海。你可以吐出誓言，哔啵啵哔啵哔，爱爱爱爱爱，只在爱爱，合理时空的范围，哔啵啵哔啵哔，就要了。啵啵哔，我们划清界限，哔啵啵哔啵哔，啊啊啊啊啊，走吧啊啊啊，合理时空才安全，啵哔啵哔。Stop。好了，黄一慈，你说什么？黄一慈，黄一慈华贵，这个歌好魔性啊！我全曲我只记住了哔啵啵哔啵哔，请进呀，黄一慈。你哦，这是王丹妮。哦，我要去排练了。我尤尼斯没有排，我要去排尤尼斯了。再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。我们下次再来点歌吗？你们一定要点我的歌哦！我知道你们很喜欢我的歌，好，给你们一点机会，一定要点我的歌，下次你直播来，好，拜拜，夜蝶点歌，300个荧光棒也可以，拜拜，我用所有的声音说一个拜拜，麦霸模式，再见，御姐姐。拜拜，萝莉耶！拜拜，拜拜，大叔耶！拜拜，机器人！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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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拜拜了，拜拜。